好，唱首歌啦，唱首歌，快点。所以你现在改唱这个了，就对了。小乐儿，我觉得，我们现在做扑克牌吗？没有，我们差很多张。就史上拍最多张的那个、欸。对，我看一下。就等一下没有要送人，我要自己带走了。好，你再过来一点，我把自己挡住了。我觉得我今天的衣服跟我的那个封面超搭，粉红色。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衣服也是有点像。对啊，都红色系。对啊，我今天就是那个、欸、也算一个心血来潮，就随便抓一件烫一烫什么。这是默契。这是处女。我本来也要穿蓝色。真的吗？就后来就决定。我本来要穿白衬衫，然后想说你要来，然后还是粉粉的。最后一把的默契。最后一把。对对对。决定是粉红色。对对。然后上面有白点。有，看你是星星，就是白根好，变呐、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哎，差两张而已，哎、欸，差两张差一折，哎，等一下再补哦，可以再来补吗？晚点补，30秒，哎、欸，我们那个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大片头，大片头是什么？片头就是有一个片头，那是什么？是一个阿甘大明星的片头。Oh, OK， 好。我们是那个第二季全新改版，所以是第几集？今天算正式的算第。先生也要感谢在我旁边决定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夜晚。Y honestamente, también quiero decir que en un momento cuando he tenido que cambiar la comida, yo estaba muy preocupado. 大使的意思是说，他原本对于临时改菜单这件事有一点担心。Y normalmente.En los países que cuentan con una tecnología muy avanzada, cuentan con comidas típicas muy, muy especiales. 他认为在一个文化发展水平很高的地方呢，美食的发展一定也会很好。Estoy seguro que el chef Tin será muy exitoso y que Taiwán es uno de esos lugares. 今天晚上因为 chef 关系，你说我白吃了吗？台湾是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的地方。当然，我也要感谢所有的服务的员工。然后现在可以请妈妈来吃面餐。谢谢大使给我这个机会。你之前是不是说过，我遇到任何麻烦，你都会为我挺身？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那好，我现在遇到麻烦了，就是我的事情非常严重，你只有3秒钟可以考虑，我数到三，一、二、三，当然吧。介绍他的未婚妻就是未婚妻。大家安安，哎，先看哪一集？这边，大家安安。嗨，大家安安。对，欢迎大明星赵宇威。耶、你没有很嗨。哦，耶！Hello， 大家好。所以我们两个的交情，你要再嗨一点啊！这是我们那个第二季全新改版的安安大明星、欸，你要不要巡视一下这边？全部人都安静的在工作，我在这边成何体统？不会啊，就是你来，就是为了要让下午的那个精神变好。光，可是我看就是没有人要理我啊。不会啊，他们心里头都是有在理你的。
你要逼他们都把头抬起来吗？那需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有可以暗中比一些小事这样子。对对对对，刚刚那个是那个极品绝配，这礼拜算是创新高纪录的一段那个过程。未婚妻是同时上那个，当时有100万人一起在收看。哦，是哦，是那一集的最高吗？对他们说是那一集的最高，2.25再更高。哦，真的啊？对啊，有觉得自己很就是有点开心吗？还是有点蛮臭屁的？还是有点开心，当然啊，开心啊。不要这样子，你就是现在算是在那个华剧收视女王的一种地位，这样可以吗？那个名字压力很大。不要这样，就是它已经已然就是一个事实，就自己要再去突破跟挑战。好，然后我们也延续那个庆功的那个礼物，就是今天阿甘大明星那个制作单位又是喜饼，喜饼，就是这里面有东西，哎，喜饼，好，喜饼，而且那个跟你那个原来包装不太一样。但那个喜气的心情是一样的，所以我这一盒要拿去跟五方人分享吗？应该可以，但是也你可以先开。我觉得他的妆化得好复古哦。你觉得你喜欢这个妆吗？这个妆。可是我们的礼物更酷哦。好啦好啦，礼物为主，好好好。很 man。总觉得好像就不是喜饼。怎么可能是那个比喜饼还要更强大的东西耶 ？What？ What？ 华流杂志。这个不只是华流，华流不只是华流，华流是很多本华。就是你上过封面跟任何一个男人一起的华流跟爱玩客都在这里。全部吗？就三本。三本，然后还有你那个个人版，他个人版在哪里？在前面。个人版在前面。对。还有吴叔叔的个人版，还有另外一本那个有没有？那个圆桌上有三本。有。所以你现在是近视的意思。眯着眼睛，我没有戴眼镜出门。我想说上建安哥的节目，其实我看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我知道，因为你永远就会当一个明灯站在我面前照亮我。好恶，我要吐了。不要这样子，就是我经历了这样，就是你知道我们相识的过程。然后每个来的人都说，其实也不用寄装档给他了。对，因为反正也不会照走。对，那关于喜饼这件事情，你个人有什么想法？关于喜饼这件事情，就你如果有一天需要喜饼的时候，你会选中式的还是西式的？那你会寄给我吗？当然。那我可以吃到两盒吗？为什么要两？因为我觉得你两种都会买。我觉得要看我当下喜欢的口味，因为我这个人口味是很不一定的。有时候那你会问对方的想法吗？对方，你说如果我要真的要结婚的另一半这样吗？真的结婚的另一半在哪里？啊，这是戏里面的。好，啊，真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吗？我也不知道。算了，一直被我压得很紧，压很紧啊！我没有说什么，都没有说。对，对啊，喜饼对女孩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种很重要的爱的承诺。所以你会用什么样的喜饼为自己，就是好终身相许的氛围？你希望是怎样的？我觉得建安哥这题目太难。不会啊，就是比方说你喜欢，因为我现在还没想这件事。你喜欢凤梨酥啊？哦，会喜欢什么？吃什么？豆沙蛋黄。我其实个人蛮喜欢蛋黄。哦，你喜欢蛋黄？煎蛋黄。那我们要吃你的喜饼，必须要有配茶，不然会。所以你说喜饼里面可能要一盒就是要有茶叶。对对对对对。哦，可以啊。可以吗？可以，还不错。所以如果我之后突然喜欢西式放蛋卷什么的，怎么办？配红茶，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拿到两盒啊，要有一盒有你刚刚讲的那个蛋黄的啊，然后蛋黄可能是各种颜色的豆沙， okay, 这还不错，对不对？好像很好吃，我也觉得，我真的帮你想得很周到哎。你想这干嘛？我也不知道，我想说，因为我们两个今天就是不约而同的做了一些很奇妙的决定，对，两个都粉粉的，重点是你送我这干嘛？没有，就延续那个这个是包里面，就是不瞒你说，这是一盒人家吃完了喜饼，然后请他把盒子留下来。我还想说这么熟了也没有什么好骗。我想顺便讲一下。啊，你说。我呢，个人拍了滑流，你说都没有收到。所以你看，我们是很贴心。我们呢，个人呢，知道你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小小的期待，所以就把滑流都放进来了。你是说怕我会出去抱怨说？你不会抱怨吗？对啦，我拍滑流都不送我。我们不会抱怨，我们不是抱怨，我们是在做客户的售后服务。哦呀。对，就是一种打回来客服电话反应的概念。好的，因为我只缺这一本啦。哦，真的吗？另外一本，叔叔的个人封面我没有拿到，所以你有要想要叔叔那一本吗？叔叔的就没关系啦，帮你拿又没有关系。叔叔的就没关系，不要这样子，底下还有夹子，夹子，不然你这一本你也拿一下好了。好，
你有觉得我们 我有这前面那两本，觉得我们的节目就是很可以？那你有想要起来走一下吗？你是说走秀拿着杂志走秀吗？就秀一下，就在这边大家细口练凳，给来当细口练凳一下。对啊，细口练凳就是四周。哎、欸，你听不懂，那你讲的很标准，这怎么一回事？细口练凳，因为我很会模仿。哦，真的吗？处女座的好像都这样子。处女座优秀，但处女座优秀，我们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种。我自己都不敢说。没关系啊，我帮你说啊，我就帮你。就是赞美我处女座朋友，那你也赞美一下我，我也是处女座。好啊，对啊，处女座真的是史上最棒的人。真的，我那天才在网络上，就是自己就突然间有心有所感，就说如果有碎碎念比赛，我们应该会得冠军。碎碎念比赛有可能。那你觉得前三名都是处女座，这样公平吗？还是蛮恐怖的。还是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嗯，还是会有一些很会碎念的星座吧。比方说，可是我觉得我都打败他们了。Really？ 那还是你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想要配合我这个话题。那你有想要起来那个花柳走秀一下？对啊，这样怎么走啊？我要走哪？哎、欸，拜托你现在是身为堂堂女一大明星。阿姨，我要走哪？就你开心走哪里，我们镜头都带走回家。好，走回去停车场的路上。哎、欸，这是我们史上第一次啊！你可以走到你的海报啊。哦、oh, ，so ga。是不是我们很久没有？那我要先对着镜头先走回去一下。好好好，那你现在知道是哪一个镜头吗？这机。对、哦、真的好很专业。那你要给他一个 Vogue 的眼神吗？哦好啊，你可以讲话，你有别麦，真好看，这期的滑溜棒。有点怎么突然间有点土。没关系啦，青野有时候也是有一些、啊、这边走转还是要那个继续给啊，你可以到那个摆个定 pose， 好，跟吴叔叔一样，哎哦很有气势哎、欸，然后为什么要给我们看封底呢？我们想要看封面。放什么？我说你刚刚给我们看的是封底，我们想要看封面。看看看。这样。对啊，这样还不错，但对，感觉很好。那你有想要回来了吗？哦，还要回去是不是？好好好，回来了。我们节目才刚开始哎，好了，静也是要待我45分钟左右。然后今天大家就很开心，我们那个一直不断的跟那个所有的雨薇、可爱小蔷薇们一直在放送雨。对啊，完全没有看他们说了什么哎。哦，那你跟他们聊一下天，问他们现在在干嘛。好，听说你老板也来看了。对，听说我老板也在看。有人叫你叫他吗？我看一下，有人说处女座优秀。当然啦、啊，我们今天是安安大明星处女座最优秀，就是两人。苹果口味喜饼。苹果口味喜饼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啊，是不是这个？还是他们家在卖的？他只是趁机要植入性的行销。有人说我脸好小。啊，这个是一个事实。开心。那你等一下，小脸蛋要去做大头狗吗？大头狗去哪里做？就是去镜头上面大头狗，我们都有一些这样特别的服务，让别人截图。哦，好哎。反正你都起来走了，趁现在。好，我都老瓜了。对啊，够加冷雷了。对，我刚刚走个秀就流汗了。还 OK 啊？那你想要在哪一季大头狗？那一季好像比较近。这一季比较近。但是你也可以去别季啦，我 OK。你就挑一季给我嘛。处女座的人都是很有主见的，我跳的那一季你绝对不会去。我就是要去我前面那一季。我就想说你掉下去那里，好，你慢走。好，那你要给一个特别的 pose 让他们截图。大头狗，那我一定是要，就是应该是要这样啊。对啊，对啊，对啊。是什么？哦，怎么这么高追？耶、yeah ！好，这位太太你可以回来了。啊，我还没摆完呢。嗯、很喜欢。不要这样子。我们今天做了很多那个史上第一次的事情。你有看过一个艺人来，然后拍下一组像扑克牌一样多的拍立得吗？重点是我还没拍完。对啊，我们还要拍耶，然后这要给大家签名，真的有够多耶，这里大概有30张。对，现在这边有30张。没有，这告诉我们邵雨薇是一个 pose 女王。你让大家大概看一下，你刚刚30种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季把它帮你带好。我们打算去做一副扑克牌，这是刚刚临时。哎、啊，我给大家看，我刚刚有一个超级玛丽，你照一下。真的吗？对。好，今天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做那个在啊、哦，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在那个 Vido 跟三立新闻网，就是跨平台播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去做分享这件事情。OK， 我们会从那个分享的这些那个粉丝里面去把他们抽出来，对。送照片，然后不管就是从 Vido 分享的，从那个三立新闻网分享的，我们都会去送。所以如果想要在那边得到
照片，就去那边分享啊。你两边都要分享，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好哦，欸，有三机我都觉得随便看哪一机好像都没关系。对，你看我有，你看我有这个什么？哦，他说他喜欢这张啊，这样拍得到吗？有啊，刚刚已经有那个特写过吗？对对对，是要这样子啊。这是夏雨薇今天最喜欢的一张，不知道会送给谁。觉得好玩，他对不到，所以还是算了啦。好好好，等一下翻拍在那个大家一点这样。拍这部戏《极品绝配》，然后今天是一个开心的心情吗？你说今天吗？还是说，啊，你今天没有班嘛？我才知道你要来。对。然后本来他们，哦，今天有班，等一下，哦，结束晚上还要去拍戏。是哦，啊，我本来想要送你一个礼物说，说什么？他们说就是赶戏真的是小心肝这样子，然后本来想要，不然你就在这里睡个四十分钟，小休息一下。你说这是我的礼物？是啊。而且就直播过程当中小气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你说现在立刻马上就倒头大睡，我 OK， 然后大家就继续看我。我相信你睡起来也挺美的。 No， 大家没有看我在《极品绝配》里面睡觉是有多恐怖。真的？那你这次在《极品绝配》里面让你最难忘的一个镜头是什么？拍到现在为止最难忘的镜头哦，一定有，处女座的人不会没有，只是要想，因为越想就会越多，就会开始可以讲前三名吗？然后可以讲前十名吗？大概是这样子，对不对？嗯。哎，我突然想到有个礼物哎，嗨，借我用一下。好。哦。其实我本人也有。哦，真的吗？这是华流送的，就是那个这一期华流里面的杯套。对。你可以把它套。不要置入。就很爱，很爱帮大家写名字咖啡店。对。对对对。哎，好。我就有你的那个杯套了，呀，感觉还不错。我来帮你粉丝服务一下，直接睡觉。有啊，他们很，啊，他说你 so cute。我要扑克牌，不是扑克牌，扑克牌是那个数量上我们统计出来的一个概念啦，啊。我们不会送出一副扑克牌的，这太可怕了。看到你真开心。哎，我们刚刚本来要干嘛？我马上就忘了。哦，原本是说要让我睡觉的。哦，你是说啊，要讲最难忘的镜头啦，我们两个真的很健忘哎，欸。哪有啊，我没有忘记啊，是你忘了，你干嘛牵拖别人？我忘了就忘了。快点讲一下嘛，拜托。好。我好不容易到 round down 走哎，欸，你也拜托让 round down 上的某个题目可以得到答案。好，因为我觉得这里面，青爷很 man， 所以一些 man 的镜头会比较难忘吗？有人这样说啦，但我觉得青爷其实很温柔。其实他是他会很 man 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为了要负很多责任，家里的责任，跟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然后进而变成他都在工作，他很少会仔细的记得去打扮自己，然后在乎自己多一点这样子，所以他才会变得好像很 man。但其实实际上，我个人设定他不是那么爷们的人哦，是，他的爷们只是在他的穿着打扮，跟他想要为他的家里很扛责任跟很负责，跟为他的朋友挺身而出这一块，是他是很 man 的。可是并不是说他什么事情都无感，什么事情都很像男生，其实他还是有很多小女生的那一面。对啊，对啊，没有被挖掘这样。哦，真的，比方说他其实家里很多娃娃之类的吗？你没有看到他床铺上，每次我睡醒都是被娃娃堆着。对啊，对对对对对。是是，那他最喜欢哪一只？长颈鹿。长颈鹿。对。你是随便突然讲一只你记得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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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未分清为什么喜欢长颈鹿？未分清，因为我本人喜欢。哦，真的吗？对。哦，那我就是未分清，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喜欢长颈鹿。OK OK OK 、欸。那我们反正那个，我们也即席送一个那个谁，叔叔。哦，叔叔来了吗？叔叔来了。叔叔在哪里？讲话小心一点。叔叔来了。叔叔好，那先跟叔叔打声招呼。Hi， 我要三天见不到他，我会想你的。我有吗？我就好，没事。什么？哎，我们刚刚有一个那个，就是现场刚刚那个雨薇讲了一段话，就成为今天第一个。我们现场还是要送给，就是让有人可以让你挑出来送一张照片。刚刚那个夏雨薇说，未分清的床上有很多的娃娃。对。然后他有说，未分清最喜欢的那一只是什么？现在开始去作答，待会答对的人，那个我们就请夏雨薇这边随便滑，然后签名署名送一张拍立得给他。好啊，这样好不好？好，我们来看有没有人要作答。不要再讲了，我相信那个专心听的人刚刚应该都记得了。题目就是未分清最喜欢的娃娃
对，是未婚亲的床布上面堆了很多只娃 娃, 娃娃，然后其中有一只是他最喜欢的。嗯，请作答，请作答，哪一只？好好，那就让他们先作答。好，对，好。然后我们今天其实那个节目啊，非常的精致。嗯，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影片。嗯，然后接下来这个呢，是我们那个制作团队里面，大家觉得哇，看到这个画面没有剪出来，今天播一下，他心里过不去。好，但是只有大概16秒。好啊，那我们。我们要做一个 pose， 就是要让请看这样。好，那你要一起试试，就你本人就好。好，手要这样转一下，这样。好哦，好，那那你要说，等一下我先帮你导播，你准备好了吗？导播很酷，导播才是真正的未婚亲。好，你懂那个感觉？有看到了，很帅气。导播帅气，那你要准备进影片。好，好请看。导播完全没有，导播不理我，导播没有跟上，导播说我听了，导播太，请看，请看，请看，倒走，倒走，倒走，导播不理我们，请看，请看这里啦，这里，请看，请看，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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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哈哈，这是什么误会？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啊？导播，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间10点，极品绝配。有一个人他说你摔车好帅哦，我摔车很帅，他说那里面拍得很帅，那个镜头拍大概过程跟大家描述一下，因为这是危险镜头，对对对，我们相信就是还是有一些安全措施啦，不管怎么接怎么做，那那个过程有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些细节吗？其实骑车对我来说算是在这部车，对，是算是在这部戏很大的一个突破，是突破，不是突，不能说突破啊，就是学习。学习。因为那台车，我已经后来熟到直接都想要把它骑回家。真的假的？对，就是我刚开始本来就是连打档都很慢，嗯，然后跟有时候会不小心熄火，但现在那台车已经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真的吗？就已经到人车合一的状态了吗？浮夸。不会啦，你浮夸应该。哎，吴叔叔都没有来回应哎。叔叔他害羞。叔叔可能就是潜水。哎，你继续讲，我再帮你看有没有人在回答问题。然后总而言之，就是在骑车刚开始，我们从第一集大概拍到前五，就前五集的那段时间，骑车对我来说，很麻烦，很累，很花时间，因为还不够厉害。嗯。然后现在如果是有后来有写到骑车的戏，其实都大家都会觉得，哎 ，piece of cake， 很快就可以。说英文呢？就是很快就可以。我懂，我懂。就是不用担心说，好，这场又是车戏。对对，通常一个女孩都习惯帮自己一些比较贴身的这些，不管是配备啊、饰品啊，会取个名字。那台 Autobike 有名字吗？那台 Autobike， 嗯，还没想好。对，没有给她取名字。不然也让他们帮你想一个名字好了。哦，你是说帮她取名字吗？对啊，从现在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帮那台摩托车取名字。然后你一个少宇会如果喜欢。他就在里面跳，然后再送一张照片，好啊，这样可以吗？好啊。然后，而且我们要那个，我们要帮助这件事情，让他圆梦。嗯，就是你必须下次如果戏里面有这台摩托车，你要叫他一次他的名字。我告诉你，花絮的时候杀青了，摩托车杀青了，对，摩托车杀青了。那你不管怎样，你就要说我的那一台，比方说小可爱之类的。嗯。拍花絮的时候就好，不要为难那个剧。没有，就摩托车杀青啦。啊，所以就说花絮里面随便讲一下啊，因为花絮在 V 都会看到啊，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去验证我们没有骗人。那不然你亲自来啊？你说我本人吗？对。好，下一次。很爱乱。我们快杀青了，你就要赶快来啊！那我还要先去问班表哎。对。可是去打扰拍戏对我来说就有点不好意思。那你现在叫我录这个也一样意思啊，你就是要过来，我才要做这件事。欸、我先跟你说，刚刚那个娃娃因为答题的人太多，然后制作人跟我说要抽3个，不然会打架。哦。他说只抽一个，啊、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停。好，我们先抽刚刚答长颈鹿的朋友。现在就要选哦。先选3个。好。长颈鹿哦，取名字那个选一个就好了嘛，对不对？对，看前面有露露，就跟长颈鹿脖子一样长。前面他们刚刚真的好多人、啊，太多人了。嗯，然后你要记起来哦，你要告诉我他的名字。等一下你要署名给他们，我们走的是一个贴心的服务。贴心服务。对啊，哎，我们两个这样很像自己在闲聊哎。对啊。是应该没关系吧？你们会不开心吗？喜欢。是。我们现在正在选。嗯。有吴康仁吗？你要送一张给他吗？你说。他也没收过你的签名照吧？
我，但他要有打长颈鹿才可以。我可以那个晚点，他不会想要我的那个签名照，他应该没有这么无聊。怎么会无聊？但是他曾经有偷画我的签名照。哦，真的吗？他把我的签名照画得超丑，不是超丑啦，就是超有想法。对，超想公开他乱画我的签名照，在我的手机里面。快拿来，好。你要开始选了，你要选三个，我在帮你记名字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你等一下帮他署名，所以你不要忘记。好。长长长，紧紧紧，陆陆陆，这个。石伟丽啦，你这么我乱讲的耶。对对对，因为他有成功吸引一下注意。好好，石伟丽这样写嘛，伟大的伟，厉害的哎厉，三厉的厉。对，伟大伟上面对。好，石伟丽，你被魏芬清选到了。好。对。再来第二个呢。然后，长颈鹿。第二个得主是，好啦，就这个生日的嘉宏。嘉宏怎么写？他说今天我生日，送我长颈鹿。嘉、哦、哪个嘉哪个宏？嘉义的嘉，嘉义的嘉上面是草字头。哦，上面还有草字头。对，然后宏是那个门里面那个宏。门里面这个宏吗？对对对呀。好、yeah 哦，还好哥也、就是。还要再上一个，还要再一个，还要再上一个，对。还要再一个。我们要上三个。我们将会分清国台语一起讲。上三个，送三个，第三个是，你干嘛突然这么纠结？嗯，你在找周杰伦吗？没有啊，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吸引人的那个、哦啊。你看你们都不吸引邵雨薇，所以当他帮他取那个摩托车名字的时候，要有点想法。对，你知道这女孩也是一个怪怪。好，这个刘杰宇啊，真的吗？怎么？他说因为雨薇最爱长颈鹿，所以青爷最喜欢长颈鹿。刘、哦，然后呢？杰，人字杰。吕布语，好好，哎，我帮你抄下来。等一下那个签名照，邵雨薇会帮你署名，送给你们。好，有人现在留言说你的脖子怎么那么长的长，怎么那么长的长颈鹿？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抽你吗？别想。其实我们很难得看到有艺人呛粉丝，而且你公开在安安大明星这个平台制造一些动乱。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反正他已经选不到啦、啊。因为青爷，你以为这样他就会选你吗？因为青爷现在出了那个戏剧的状况的时候、哦，还是有时候会难免会上升。嗯，真的真的，啊、还没讲摔车的那件事，我们只帮摩托车取名字、欸，哎，摩托车取名字。嗯，摔车的事情，戏、啊、里面那个帅、哦，觉得帅不帅是什么？就是他们觉得那个镜头很厉害啦。嗯，但你在拍的时候有什么惊险啊，或者可以跟他们分享的？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拍那个车戏一直都还蛮安全的。你现在整个霸气哦，就是有骑打浪车的感觉。对对对，对，你要不要让我讲嘛？我们两个不都这样吗？哦、就是你在打断我，还一直说我没讲。你看吧，我就是处女座都在碎念了，然后现在。自己没有讲出来，怪别人说不要给他讲，真的很奇怪、欸。好啦，我要讲，我说就是我因为我们拍那个车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用很安全的方式在做，所以其实刚开始在拍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抓准那个拍摄的方式跟节奏，可能会比较有多一点点的危险的状况，可是这一点点而已还好，但是后来都非常的安全，比方说。拍很近的特写的时候，我只要需要就是被泼到以后，然后头闪一下，其实下面都是固定好的，哦、所以其实就没有那么危险。对啊，没有啊，就是跟他们讲一下，他们担心你安全，就觉得说你就是很拼命，所以他们会想说雨薇其实在做很多细节上，也许就哇要注意小心。然后粉丝最喜欢说啊早点睡哦，然后你就会想啊你都还没睡。对啊，那、啊、你叫我早点睡。对啊，重点是其实是如果我早点睡，你们有戏可以看吗？哇，又来又在敲门，又来了。你今天跟主持人吵架，然后就不敢跟粉丝对呛。大家就看我粉丝团全部退光光。不会退光光啊，现在都快要100万了，在他6万多就100了。那哎呦，很关心哎、欸。有啊，废话，我们是 friend。对。因为我目前卡在一个关卡，你可以帮我协助我破33000吗？怎么协助？就是你告诉大家可以去帮忙按一下赞。哎，请大家赶快去建安哥的粉丝团点个赞好不好？因为他的粉丝团里面很常会有我的照片。对。今天我们有拍很多厉害的，大家拍给他们 ，PO 给他们。我们今天有大概20几连拍。对，我们疑似有拍了类似 Vogue 啊，不是？有。对，我们今天走一个相当，我觉得制作人已经晕了。你看他写的白板是什么？你借他看一下就好，快点。借我看一下，讲重点是不是？我们最好的这个东西可以抽给人家。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很有事，他是不是有事？你是要自掏腰包送吗？
我真心那这样我等一下就要出去把你拉进来，你不要这样子，你冷静点，不可以把这件事，但是不是很好笑？哦，蛮好笑的。对啊，但我们等一下再来送这个东西。真的会送？送他帮你取名字的那个啦，他的意思是说刚有人帮机车取了名字、我们没有送机车、没有这种礼物，因为那白板鞋实在是太耸动了、我以为要送机车，我们只能送你机车的照片，我差点就要把你抓过来、我也觉得啊，我想说今天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礼物都没有跟我讲，然后害我有这么大惊喜，天哪，我们在第二集然后得到了这么大的厂商的支持，送机车哎、哇塞的，好的、好啦，哎、你有念书的时候有被人家用摩托车载过吗？当然有啊！哎、有干嘛讲这么臭屁？有几台？有几台我不知道哎、当然有啊！说一下嘛，那大概是怎样的摩托车？你要讲哪一种同？你是讲同学吗？还是什么？都可以啊，你干嘛这么屁啊？还是都有啊？同学啊，我很敏感的，我是没有办法，一直被逼的。大就从小到大，有啊，很多哎、那是那种追梦的那一种，还是那个？各种有那种重机式的也有哦，真的，然后也有小五十的也有哦，然后很多吧。那你喜欢坐哪一种？我喜欢坐哪一种？都可以。那你会希望你的另外一半现在用摩托车载你吗？可以，其实蛮好的、就是可以出去兜兜风或是干嘛、只是蛮怕被认出来的、可是你拍完上一档戏之后骑摩托车过山洞不会有一些想法吗？你是说会有点压力是不是？对、很怕自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而且会在那边翻滚爬练道这样子。这倒还好啦，如果真的可以穿越的话我也蛮想试。不要这样子，这样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找你。好，你不要这样说，就回到1989找我啊。 OK 啊 OK 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算帮大家了。安心雅也在看耶、安心雅，嗨，心雅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大家都要那么三八。不用了，就哎、呦，那我们下次找安心雅来的时候，你要来探班吗？你又来了，你下集找他来，我下集来。我跟你讲，如果今天呢、等一下孙启君真的来探班，你就要来探下个礼拜的那个班。那你要看下一个人我认不认识啊？就没有这种事情啊。孙启君跟你很熟吗？也没有，但是但是他上礼拜就坚持他要来探班。真的、对，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来，等一下谁帮我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如果今天来，你下礼拜就要来探下礼拜的安安大明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啊。那那个桥段是粉丝也会期待。可是你26号就我不行啊，你不能来就打电话进来 call in call out 这样子。你问我金姐，你看你看他反应，他怎么可能跟我说不要，我就电话打给你就好了。反应了，对啊，你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可以啊，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这个样子。下礼拜，对，下礼拜就是下礼拜那个邵雨薇会来探下个班，谁呀、去帮我把孙启君找过来。然后我们现在进第，我们进下一段影片好了。好，这次我们来看跟导播有没有默契。好，等一下，刚很尴尬，刚很尴尬，刚很尴尬。那这次看影片的时候，你要有个新的 pose。好，因为我的衣服有点不方便。不费啊，不费。好，那你准备好了吗？好，你准备好不重要，你要问导播准备好了。哦，导播你准备好了吗？好了，这次不会再放我鸽子了吧？很难说，其实他有时候手会突然间按不下去。你多给他两秒钟准备时间好了。好，好，那交给你了，大明星邵雨薇要带我们看下一段影片。好，请看。哎呦哎、这是他总是很喜欢强迫的帮助我，我不想再在意他，可是我就是在意他，我就是在意他。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间10点极品直配。你们觉得我瞬间移动？有六秒之后我就回来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一直呈现很不熟状态，坐过去一点，坐过去一点。好，他好紧张啊，我做错事了。刚那一段啊，是我特别喜欢的。哪一段？刚刚那一段那个揪心肝的。我那时候在家里看，我说哇，赵薇你好强哦。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嗨。OK， 那你下礼拜要来？那你要跟他说叫他下礼拜。你知道你现在来，就是逼得我下礼拜一定要来探别人的班。我现在就是要做一个这个传承。就是要做一个这个接棒的动作是不是，而且他今天没有带妆法就来了，超有诚意。我是来录 OS 而已，但是我刚刚有做一个特别准备，我看到他穿粉红色裙子跟粉红色衣服，我就戴了一个粉红色帽子。所以你刚从哪里生出来的？其
就是到这边到处搜刮，其中一个这边幕后工作人员，我的冒险王企划。不然如果这样你还觉得不够的话，粉红色的唇蜜也是可以再上。我觉得你们，哎，真来了耶！真的啊。但他来有一个想法，他想要跟你换 LINE。真的假的？这可能要问我现在那个霍廷恩哦，要问一下。对。他开玩笑的，你不要这样。那我现在也是未婚妻，也是人妻。哦，对，他上礼拜刚好。刚好。有，我有看到他 PO 的那个啊。他有在 follow 你的粉丝专业的意思。偷什么？你说为那个光？哦，你说爱心那个、啊？对。哎，有在看呢。对。你该不会刚刚来的路上拔一眼？那你坐过来好了，来，都来探班了。对啊。不是，你知道吗？我刚刚在后面。可是我觉得你来探班吼，应该要坐在那个位置，就是你现在探班坐在我们两个中间。啊，你过来一点，好。那我三个位置都坐过了。对。就 OK 啊，都 OK。好。因为你这样子就是逼他下礼拜一定要来探班。我现在要申诉一件事情，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啊、那我麦克风借你一下。我不公平，你已经是这个改版的第一集了，你还想怎么样？你知道我上一次来啊，我拍了几张拍立得吗？怎么几张？我拍了四张。四张。我刚刚在直播上面看到这个，他是准备集扑克牌，你知道吗？对。是52张的概念。30张目前。30张。对。很夸张、欸。但是等一下还要再补。哎，我们等一下要再补哎、欸嗯，我们要补成一套那个扑克牌。还是你补365张，一年一天一个。对啊，我也不知道，刚刚他们讲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拍什么。那你今天刚好来探班，我们刚刚好看那个影片，哎，导播，你是全部都是今天拍的？对啊，刚拍的、啊，全部都这样。刚刚呢有一段影片回来，就是我们提供给你一个机会，可以那个给他秀秀。秀秀什么？因为刚刚在影片里面有哭哭。哦。那借你演一下。你说我也要演哭哭吗？演阿威啊，反正他旁边。我想说我要演哭哭，你是说经典桥段重现？他人都来了，不用，这样我不是很浪费吗？好，他就真的来了。他昨天只是跟我说，哎，江哥，我今天要来找邵雨薇，然后我说好啊，那你就真的来，那我就叫邵雨薇去找下礼拜那个。好，但你要先告诉我下礼拜是谁啊？就还不知道啊。我就跟你说，下礼拜就是又是我，然后你再来找我。你们不要把这个节目讲，我们来宾就是下礼拜还在精挑细选，说啊要让邵雨薇探班的。没有，就孙启军之后就是每一集的特别来宾，每集都来，每一集都会出现。其实我是隐藏版主持人，直接改成冒险王就好了。今天有没有？哦，对。导播，你这个画面有要借我们用吗？不用，重看就播就好了啦。拍大场，导播现在被我们 Q 了。对。到底是心情很复杂。你不是有追戏吗？他说的就是某一个预告里面，就是我伤心的哭倒在一个男生的怀里，就是阿威。哦。对，阿威就是吴思贤。比较幻想。现在是阿威啊。叔啦。哦，你幻想自己叔叔哦。他想演霍廷恩。我都可以。如果想我演。不重要。不重要。他总是很喜欢。强迫的帮助我，我不想。你还可以这样分割画面，可以这样子哎，真的蛮酷的。赚到哎，我就是在意他。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上十点，我就是在意。啊，不然我演阿威。那你那个，你现在演青爷好了，然后他演阿威，然后演完之后就是哎，好了好了，来，好，那麦克风借你。对，哎，我刚刚他刚是哪个？对，我就是在意他。怎么什么？哎、欸，我自己都忘了。啊、没关系，就你随便讲。我就是在意。可是怎么办？我就是在意他。我永远无法忘记这趟旅程。哪有讲这句？冒险王，我冒险王的 slogan。好，自己打自己广告。对，我看一下，现在粉丝已经被你们弄乱了。粉丝说什么？粉丝说什么？哦，他说我不想在意他，但我就是很在意。他们在帮你们。我不想在意他。对啊。但是我就是很在意他。好了，来，秀，这样可以吗？有赚到了，有 feel， 是觉得冒险王这样，都很开心，也是也会有软弱的一面，对不对？那你签一张送他好了，这超级玛丽就要送他，有没有关系？还是我可以挑一张？好，你挑，给你挑，这可以吗？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多拍而已，不是是要问他吧？你干嘛问他们？是他哦，对啊，可以吗？这是我的肖像权哎，对啊，公司可以吗？反正问所有人。好，哎，不对啊，你们就帮我跟他拍一张不就好了？啊，好啊，对不对？啊，不然你们先去拍，我自己主持啊，先去拍。没有，你们就我们要去，我们这边是很，我们这边很随意的啊，拍立得，对，我们这边很随意。好，那你要记得这件事哦，孙奇君今天来探班，所以你下礼拜要用任何的方式探班。不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好，就是奇君他就变成每一集的特别。没逼他，就是、人家如果要拍戏怎么办？我们一定哎呦，对不对？叫我帮他拍的意思。好，
欸，我不是很会拍拍立得哎。那拍就就他自拍，切额头，只有额头。不会啦，那可以。没有没有没有，你要从这里看。对，从这里。对啊，我从这里看。然后你按，那你有看到那一颗吗？但是不用不用这么远，你可以近一点，稍微近一点，对我们。然后这张。好，再一张，再一张，再一张。就接下来说，你可不可以前进一点？你是男生哎、欸，我很前面的刚刚。哎、欸，你们两个现在是把我放在哪里呀、啊？好好好。好。对，好好看一下。啊，两张你自己选一张，啊，一张送给那个粉丝，好，这张。好。好，好好那下礼拜你来探班，我们也要帮。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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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我们来是不是有压力？不是，我们要帮我们自己节目创造一些新的话题啊！要随便回答建安哥，就不会有证据。对。但是就是事实已经已然发生，所以下礼拜就必须执行啊！下礼拜可以，如果说假设我真的在拍戏的话，就打电话。对对对。我们就用 call in 的吗？安安大明星就会去现场。不可能。应该不会啦，我们就是我们希望让来宾就是尽量在这里，就不然安安大明星下一场就还是下一集就还是找极品里面的人，因为那一场戏是全世界都会到，所以你这样子就谁都会来，哦，谁都在，真的，就做一个对，做一个那个 SNG 车，了解了解，哎，照片我拍的还可以吗？还行啊，刘海开了一下，不要这样 ，OK 的，反正是孙启君要带走的，现在很流行开刘海。那你哎、欸，那我跟你说，你就签，你就签一张他留着，然后他签一张你带走。所以我签一张他留着。哦，对，他签一张，对啊，就是做给对对对，就是做给那个小小的那个。用唇膏签吗？可以啊，你这个人也是很多你自己的想法。我就跟你说，寄妆档给你没有用吧，就完全也没有要照妆档走。我根本没有在看呢、啊。哦，你知道我要进来这件事情，是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一集就讲。所以你那时候也不知道是谁，但你就答应要来探班。没有，他就说有说是我有说是你， oh. 但我有先说你要来探班嘛。他说好啊，如果我那一天刚好要录 OS， 我说那我就来，就刚好他们就是我今天被安排来录 OS， 很巧，对啊，对对。我有一个特别来宾，我觉得还蛮还不错哈、哦，对对对，好好好，他签一下名，那个谢谢那个特别来宾今天来访，我都可以跟你选。现在你们两个自己聊就好了，那我帮你们回复一下那个粉丝。好，然后蔡宇威，你等一下要一边选那个。送给粉丝的那个照片，他们到底有没有人在帮你的、啊？你说那个摩托车的？对啊，到底有没有来取名字啊？你看一下，快点。好。我们整个这样会太 free 吗？没有关系吧。我也觉得很好。对啊。不就这样吗？对啊，每次那个你的节目不就是这样吗？对啊，我们如果说要送摩托车的话，现在留言应该会超过30000笔吧。国外的人也来转，应该有啦。我也要。然后孙启君就会说：“哎、欸，我上礼拜什么都没有送哎、欸。”对啊，你自己去冒险玩回来都不会带点东西来。不能这样讲。哎、欸，这个名字很棒。什么？雨过天青号。哦，雨过天青号，他叫什么名字？你喜欢这个？陈冠荣。等一下。而且他的倒地还用我跟他的合照。怎么写？陈哪个冠？冠军的冠。哦、容易的容。容易的容。陈冠荣，你被他挑到，你取的那个摩托车的名字，邵雨薇有喜欢。雨过天青号。哦，雨过天青号。雨过天青号，因为你是青爷。还不错哎、欸。对呀。对啊。好有创意哦。哎、欸，对对对。再来呢？哎、欸，不是一张而已吗？啊、我都说再来了，那不然拜托你再挑一张。哦，还可以再一张，是不是？对对对，我都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临时脚女神专用档次。烂透了，那么长，叫什么名字的？粉丝是谁？颜子祥。哪个颜啊？颜。Color 临时脚女神专用档车。好、哦，阿、啊、子是小孩子的子。对。阿、啊、哪个祥？飞翔的翔。对对对。对啊，你就这样粉丝脚女神专用档车。对，我这个人就是耳根子软，很喜欢被称赞。就喜欢赞美。对啊。对对对。那今天他就是那个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来了，因为他是孙启君。嗯。所以你不需要没关系。哎、欸，什么东西啊？他青爷。什么意思？没有啊，没有啊。他青爷下礼拜一定要来探班哦。你不行，再跟我讲，我来。好，我再来。所以你就是固定的探班大明星，穿上跟雨薇一样，穿上青爷的衣服。好，这样也算是一个梗，真的啦，还不错。啊，不然你现在人在这里，我们就一起来看下一集那个《极品绝配》的预告。好，下一集的预告。对啊，因为他没有参与演出，然后想说让他看一下。好啊。而且你看，他一来探班，我们整个时间就拉很长。我们完全就是走弹性路线。那帮我们延到三个钟头。好好，就三个钟头。聊晚餐，好不好？我等一下放饭吗？好，这样吃什么？便当拿来。那这个影片你们就一起 Q 好了。Q 影片他也会。对，我刚刚的 Q 影片都很掉漆。我刚刚在很远的时候听到很大的声音，你是怎么 Q 的？我刚刚冲过去镜头前面说，
什么？哎，我刚刚说请看，请坐位要冲到前面就说。不用不用，你们这两个要想好一个，就一起来请看，这样子也可以。哦，那很会。对。啊，不然怎么做那个活动？那我们一起用那个飞吻叫他们请看。好。哎、啊，等一下，你要先问那个有没有跟你配合？导播，你 OK 了吗？导播，好。导播等我们等很久了。对，没有，不要这样。导播等越久，其实也不一定就在、那個。一起这样，然后就吹出去就看。啊、那个。好。好、哦。好。要说要先说请看吗？请看再飞吻。对，请看。先 rehearsal 一次，好的。好，五四三。还没有，这是假的。请看。好，这是假的。好，这是刚刚是在 re 的。对对对。因为导播有听懂。这是走戏，走戏。好，走来，走来，好，我们现在正式哦。好。好，好，帮我喊五四三二。好，五四三二，请看。你今天要不要上床睡？有哎、欸，很准，很准呀。小坏坏，成为人夫之后第一天感觉怎么样？感觉就是很精密啊。我没想到你玩这么大，玩到连鼻血都流出来了。这认识才没几天哎、欸，我现在又被他看光光，我是不是应该要他对我负责？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间十点极品绝配。嗯，我个人觉得他反正人都来，我刚刚觉得那刚刚画面里面，我们重现刚刚对，重现刚刚连环八那个清脆响亮的那个，他那个很响哎。从那个从一开拍到现在，吴叔叔已经被我不知道打过几次了。然后重点是，吴叔叔在吗？我不知道怎么打假的，所以我都打。你都是出力这样的哦，也不一定出力啦，就是会碰，就是真的会是会接触，会有一点力气这样，会一点点，可是不会说啪。啊你，我没有这样。你真实人生当中有打过人家吗？巴掌？当然没有啊。对嘛？怎么可能？我曾经有一次拍戏，然后就是在大陆拍戏，然后就是那场戏是要呼别人一巴掌，然后我没有想到我打完之后，然后他继续待在现场，然后我走了嘛。我走了之后，然后我就去看那个 monitor。然后那 monitor 就慢慢浮出一个四只手指浮出来，红色的在这。然后后来喊卡的时候，他就冲过来说：“你这女人，你是不是有断掌？”你说喊卡的时候在那边继续哭，太痛。那刚刚那个连环八这么清脆响亮，你是真心就是没有再客气的给他啪啪啪的？因为其实很多都是那个康仁哥跟我讲说，就是有些东西就是你知道是这个人哦、喔、是这个人他跟我讲说是这个人他跟我讲说就是可以这么做的。对，但我没有用力啦，我没有真心的用力。嗯，对，其实封面就可以看出来两个人的地位了，就是谁在那个两个人的地位很明显，我比较高，也很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想法。对啊，對，然后那个这一段戏是真不能讲。你说真的被看光光吗？你对啊，你觉得呢？你觉得？好，刚刚那个巴掌拍了几次？应该一次吧，三次，就这一季一次，不同角度，对啊，不同角度，对吧？所以那个不会啦，邵雨薇妆要越补越厚，越都红，你知道吗？是啊，邵雨薇就是演戏已经演出一个新的境界跟高度了。你说打人打出没有？我说在整个状态，一个处女座的人就是一定会越来越强大的。嗯，这是毋庸置疑，尤其是因为我现在那个身旁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你说吴叔叔呀？哦，真的，天哪！吴叔叔一直听到他赞美你，但吴叔叔并没有要回应的意思。他不会回的啦，他不会回的。吴叔叔跟安心雅听说都在里面，但不知道走了没啦。对，他不会回的啦。对啊，對，但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天就是让大家就也很开心看到雨薇来，然后我们就一直硬拖很久，然后滑流大海报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江湖上了。所以你之前都没有吗？不是，就是你知道他很久没有来到现场接受封面人物的签名，冒险王都没有。那你就把只有一个那个。那我跟你说，你自己的一个手卡。跟你讲，他是下个月爱玩客的封面，他们跟你讲。所以等那个下一次就那个又会再弄一个海报，就不要有大海报，然后到时候他那我再拍给你。你知道他现在这个意思就是在 cue 你们要做、啊。没有，他应该会有，但是他还不懂。我把照片拍好 cue 给你，你再臭他，就说你也有啊。他跟你讲别人。对啊，我只有拍到滑流，我都没有拍到爱玩客。你是睁眼在说瞎话，你没有拍到爱玩客。我是说新的那个新的，而且有啦，而且我跟那个吴思贤，我们两个还有那个约好一个约定。什么约定？就是我们两个说好要一起拍一本杂志，然后两个人比谁才是最没有死角的人。哦，真的吗？因为他叫做临时，我是临时角，他不叫无敌，他是无死角。他现在不叫无敌，
他无敌，对，无敌是我帮他取的绰号，别人不能这样叫他，那是我取的。好好好，真臭拽。然后，我发现您不会把青爷的个性带出来，对对对，一点一点一点。我某一段时间就会不太一样，对对，会跑出来，会跑出来。你先去那个落款一下。哎，哦，好，我又被 Q 走了。没有，就很重要，要让大家看到他现场签名。然后等一下，你还要在这里那个签名签名，签完就签完就好吗？签名就好吗？不然你要帮吴叔叔。装什么吗？就哎、欸，对，我刚刚不是说我的手机拿来，我要看 给大家看吴匡仁把我画成什么样子。好，你就签你的名字就好了。你现在在帮他那个 Q 明星啊，他来了，好好好。他家就是说他很可爱啊。今天几号啊？你今天就是五月的17号。2017，我日子已经过到忘了。反正你都穿越过时空了啦，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啊 ，OK 的啦。我帮叔叔画。我们等一下就要。他的字消失了。天哪，你真的帮他画了一个星星哎。对对对。好。某程度的复仇。好，那赶快回来。有人说今天1989，5月20。对对对啊，然后你可以秀一下手机这样，然后那个、哦、那个制作人在找，找那个嘛，冰也在找你。谁？他的那个爱冒险王的制作人那边。好好好。冒险王。OK。OK。好，那先那个出发。好啊好啊好啊。又要去冒险了。好好好好。但反正带走了，一定要带走啊。我还没签呢。哦，对，你先帮我。你要先签名啊。你要去冒险了，他要冒险了啦！他等一下6点就叫冒险王，好棒哦！啊你，你对，今天6点冒险王，对啊，好不好？顺便推一下，一定要一定要啊 ！OK 的 OK 的，我们都可以那个接受大家的那种任何的宣传，嗯，好，那笔有点辣彩，辣彩，对，谢谢谢谢谢谢来探班哦，好，然后下礼拜你要记得哦。就是我们那个安安大明星，下礼拜你要记得啦，好。下礼拜如果我不行，我再跟你说。好，你再我们再联络。哪来这么忙？对啊，谢谢孙奇君。好，拜拜拜拜拜拜。我走，我走这里。好，你没关系，随便都可以走。现在要公布了，对不对？当然要啊，不然不是讲老半天。好，我找一下。对啊，我这实在是。然后啊，哎、欸，为什么页面跳掉了？谁来救我？没有，他只是哎，变横向。对啊。哎，难打。没哦哟，好了好了好好好好。了。等一下，你都要把那些那个余温好漂亮哎，再来一个派丽德活动，已经送都送过了啊。哎，你赶快先给大家看。好，我来喽。我先跟大家预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呢是。看一下。这个东西呢是。我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跟我要签名照。哦。然后我们就有洗了签名照出来，要签给工作人员。啊。这时候呢，吴叔叔就非常无聊的就在那边看我的签名照，看看看看看，他就把其中一张签名照拿走，然后拿走之后他就开始大什么那叫什么？大加工在上面那个，对对对，做很多的事情，对对，而且重点是别人要跟他要签名照，他就说他签我的。然后我就签他的，然后就工作人员一起就是给，然后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嗯，然后后来他就直接拿我的照片拿去创作，好，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吴叔叔的创作。他应该画很久吧？很久。那这张照片原版在你家吗？没有，我没有拿。啊，啊为什么？因为他把你画太丑，你不开心。谁要啊？谁要？我觉得你今天不断在这里出现一些，就是情绪上比较波动的言行，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觉上来说也是还蛮不错的。嗯，就是真实啦。我们处女座就是以真实作为一种和大家呼应的这样的心情。要直接一点。对啊，送你没有这张没有要送啊。女儿这两天月考，那、啊、祝你考试顺利。啊，你祝她一下好了。哎，祝要考试的同学们都考试顺利哦。哦，好。乖乖的念书。乖乖的念书。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咻一下，时间也已经来到几点了？6点了。6点了，放饭啦、啊。对啊，就完全、就是、难怪我就觉得饿了。饿了吗？好啦，那个戏。就是刚哎、欸，我跟你 你说，我们刚刚所有都所有从头到尾的正题一题都没有回，对不对？
就孙奇君进来之后完全就打乱了后面的 round down。 对对对，好，我们刚刚正题回一回，我就那个差不多下班了，对不对？好啊，对对对，啊，不然你自己看 round down 自己回来。好好 好， 好，那我们第一个 round down 呢，就是哪里问题在哪？啊，就第三个问题嘛，宣传接下来的剧情走向，宣传一下。哦，宣传后面的剧情走向。对啊。嗯，你跟阿威会怎么样吗？你会虐死他吗？阿威，其实我很心疼他。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快说。啊，这能不能讲啊？那就不要讲，那你讲，你能讲。可是我又很想讲，会不会被骂？总之呢，你说，我人生，我只能这样预告，就是，就是预告，我人生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生为我哭这么惨。天哪，我从来没有看过，而且是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在戏里面，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男生为我哭这么惨，惨到是我就是他一喊卡，我就过去想要抱抱他，跟他说好对不起，我不会这样对你。然后就是到一卡到现在，我对吴思贤呢，我如果是现在是我本人的名字，对，跟我对吴思贤。我现在看到他的脸，我就是有一种对他有一种愧疚感。真假的？就是因为他欠大了，真是真的欠大了。就是你们干嘛把阿威写成这样子，害我现在又欠了他一个很奇怪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他就是我的闺蜜，我的好朋友。哦，了解了解。他最无敌啊！这种预告无所谓啊，因为不知道是哪一集，就大家去等。啊，感觉好精彩哦。对，真的很不错哎。嗯。然后如何酝酿哭戏的心情？你是那种十秒落泪的天后吗？十秒落泪，其实要看戏耶。如果说像刚刚那一段虐心的，在医院的，刚刚那一段其实还好，还好，后面有，后面有，哦有哦、后面有，不用十秒，一秒我就哭了。真假的？因为八、那個、头吗？直接八头？不是啦，是因为剧情的关系，有点太痛，难过，然后就很快。可是其实，而且那场真的是哭到我真的是不要不要的。哦，真的吗？就是真的是痛哭失声那种，就真的快要喘不过气，然后哭完就觉得我要回家睡觉了，就是后面的戏我都不想拍了的那种，很累很累。好好好，不会就是算给大家很特别的一些那个透露，希望他们在追剧过程当中也因为你的这些温馨小提醒，然后要不时的记得准时锁定，这样子。对对对，因为不一定会在剪在哪里播出。好，你知道我们今天就是真的为了你，然后整个时间也是豁出去了，我们就完全是这个加长版，然后他们就继续在上班，然后导播因为 Q 错袋子，其实内心也无比的愧疚。然后，但我们就有一个那个惯例，这是特别的，这不只要签名，要写邵雨薇。要送给我会送存印怎么样？哦，可以啊，可以啊，你写完以后就揪上去。对，就是要写。今天他写哦，对你来说梦想是什么？对我来说梦想。然后写下一句话，在安安大明星的这个，他会千古有流传哦。梦想是什么？这个好大的。不会啦，你一定很有你的想法。比方说梦想就是。骑车，交通永远顺利，骑车不会累惨。你说我的梦想是什么？就对你来说梦想是什么？不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对我来说，也可以你的梦想是什么啦？但也可以是一种对梦想的解释，这样子。哦，你现在很恬静哎，天哪，你落入了一个诗人的状态了。梦想就是，梦想就是开心去。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不能引导你。邵雨薇现在进入了冥想的状态，我预计今天节目结束应该会还在两个小时。真的认真哎，你现在一句话都没有要。等一下啦。他呛主持人。对不起，又来了，等一下。他今天一直在这里发脾气。对，就知道我平常工作有压力有多大。那我要加上梦想就是，对不对？可以啊，也可以不用，也可以写。但你要，邵雨薇现在在写，好怕这个字写错。真的吗？你在哦，不会啦，这有可以给你参考。昨天张轩瑞也写错字啊，所以没关系。哇，你的字好可爱哦。请一下，好，是
这样还是这样？洗面，上面的对不对？洗面不是，洗面是这样。哦，对啊，就是是下面的啦，下面的。是下面的，对啊对啊，下面的是这个。我每次在写这个都是会有这种桥段嘞。邵雨薇在写字的过程当中，我来服务一下粉丝好了。他现在帮我们留下那个梦想留言板。对，因为太少写字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觉得以后要提醒大家，以后要多写字。奉哎，他们还有人在帮你写“奋不顾身追求自己所爱”，这是摩托车的名字吗？梦想不只是梦想，这是摩托车的名字吗？雨薇考思考的神情好认真，对呀，雨薇超认真的。然后请大家记得去分享影片哦，在那个 Vido 跟在三立新闻网，好不好？因为最后还会有那个雨薇会从那个分享影片的那个名单当中，我们还要再抽。邵雨薇今天拍超多的，就是知道应该会有很多人分享，所以我们有好多小礼物要送给大家，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哎，马功能孤傲伟嘞，我等一下啦，你就是一直在骂我，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在你的面前真的很没有尊严嘞。不会啦，你等一下，因为你很会讲，那我现在需要很专心，好，所以你必须要帮我 cover， 我 cover 一下，对对对对，好好好，那不好意思，那你先不赢，我现在好，你的下集啊是一直不赢的，所以我来处理一下粉丝服务的事情。有梦最美，梦想成真。哎，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所以你们问什么？这位先生今天没有来探班，谁啊？昂昂，不好意思，哦，对，好。已分享，快点去分享。日日是好日，哎，他已经写完了，我看一下，没有这一句话，不好意思。分享了，抽我抽，好，等一下吼，等一下就会去选。好想要有拍立得，赶快去分享啊，快点！现在能够得到拍立得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去分享了，去那个 Vido 分享，去三立娱乐新闻。怎么办呢？我就说错了一个字，我要立刻掰。没关系。不要。好呢。不要，不然再给我一个板子，我没有这个字。好好，他去哪了？你等一下。再给我一个板子好不好？我已经想好了。总而言之，给他一个立刻掰。不要不要不要，我要重新一个板子，快点。还有板子吗？还有吗？他们还有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处女座的人就是需要那个洁癖。哎，有吗？丽萍哥都来了，丽萍来看我发脾气，我已经在这边发了一个小时了。还有板子吗？邵雨薇要一个新的板子，他刚把板子写错字了，他现在没有办法，今天板子没有弄出来，他不能结尾了。如果没有的话，我只好拿立可白了啦。我只是觉得字好像可以再美一点。给他一个立可白先，啊，不然你把它画成一个心。Why？ 我就是要把。我懂处女座有一些自己的坚持。然后你这样，他们真的手忙脚，你有感受到 life 的那种？有。然后工作人员的用心嘛，然后前面这位记者，然后现在很焦急的去告诉后面的那个前线支援前线说需要一个新的板子。然后前面就想说什么？不要再为难我。所以我们真的还是有点洁癖的，对，没有办法容许小瑕疵，有点会难过。对啊，希望流出血的那不然这样过程当中，你这样等待，不然你先自拍好了。好，自拍。他已经熄灭了。我们就是要留下三张自拍这样子，作为那个本节目很重要的。在等待板班的过程当中，你先自拍一下。好。啊，我要帮你拿笔吗？好。一次做很多事情也是很辛苦。持续线上的朋友，欢迎大家去分享，好不好？安安大明星那个今天的分享大礼就是，邵雨薇拍了像扑克牌一样多的那个立可拍，拍立得，所以今天就是大放送的概念。你拍，你可以多拍几张没关系。好，好了，好。有拍了四张左右。哎呦，怎么那么漂亮？哎，哎呦，怎么可以？这还需要怀疑吗？好，不好意思，拿走。我不是说好我是零死角，我们不是说好的吗？我懂。啊，真的是很美耶。说好的，真的是美到一个呆掉的概念。灵修图。真的，他又跳走，我不知道他的密码。好。所以我们会有新的板子，我有新的板子吗？他现在，他在好，有新的板子，有新的板子。好好好，你是公主哎、欸，谢谢你们，你是女王，谢谢你们那个容许我的任性，都已经单小下跪了。有，我看到了，感受到我对你的尊敬。对对对，那不然你再多拍两张，反正闲着也闲着，好，可以吗？拍这么多张，到底是谁会拿去？三立新闻网会用图片集啊，对啊，帮我们这个荣幸跟你也拍一下吗？可以啊，那你可以帮我宣传一下我的那个粉丝专页吗？我们两个也算是好朋友。
好，那个由于建安哥实在是让我很忙，一下又要宣传他的粉丝专页，一下又要跟他合照。我现在只是想一下空档。我现在已经脑袋有点错乱了。到底要不要？我刚刚又写错字。哎，你知道最会碎碎念就是处女座。处女座啊，我就是现在在做一个碎念比赛。好。这台解析度太高了，你太漂亮，我很紧张。你可以那个嘛？对啊。好。一啊，不，你提。这两张。啊，不，你提。好，没事。好，拍完了。板子是做好了没？其实可以拿一张纸先进来。哎，你对于那个，你对于人生即将迈入100万脸书粉丝团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法？100万是一个很酷的数字，哎。就不容易哦，那个也是个关卡。就还好。你希望，你有希望没有了？我知道你对这个其实还好，淡泊名利。可是它总是一种鼓励跟一种里程碑。欸、算是一个目标，算是算是。你看他正为你去印一张新的，我们这些真是全体总动员。有看到他汗都冒出来了。对啊，他都印好了。好，谢谢你们容许我的任性，我再写一次。所以我又不能吵你了。对，不好意思，我要自己来。对，你先自己跟大家聊一下。他现在在，哎、欸，我要看哪字？他现在在写字，然后所以没有办法那个，我来，欸、那我可以帮你送一张照片吗？好，交给你。好、啊，你们开始留言，我就来帮邵雨薇随便送，反正照片他的啊，我就随便送啊。对，我送给安心雅好了，安心雅还在吗？安心雅没有留言，所以没有办法送给安心雅。你希望我帮你选怎样的留言啊？怎么样的留言、你觉得你看了你会开心的啊？我看了，就是既然是你要送的话，好好，对啊，那不然就叫他们去我粉丝团点赞好了。可是这样好现实哈、好像也不应该这个样子。如果你想要尽情的利用我，你就这时候做。我觉得你用利用你这三个字，我听起来是蛮舒服的，就是以我们两个交情。如果你想要尽情的把我榨干，你就做吧。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反正你人都来了，有什么不能做的？我也是 OK 的。对啊，你看他有人，我喜欢你这个。感受到我在这里的辛苦，他写主持人一直被骂。我送你一张邵雨薇的照片，我要把他名字，他留英文的。我跟你说，你真的是完全抓对了今天的那个。哪有是真的被骂？你有觉得被骂吗？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被你赞美啊，你只是用比较激烈的方式赞美我而已。我只是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就是讲话比较直接，因为太熟了嘛。啊，也对啊，我只知道这个人姓蔡而已。然后你留的那个英文名字，就是一时之间我讲不出来。但你知道我在说你，好不好 ？Grace Song， 这是要怎么说？这名字要怎么说？等一下，等一下。好啦好啦，我就知道我又很奇怪，我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哦，对，已经去我那按赞了吗？拜托一下，我那现在处在一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很久。哦，真的吗？哎，要记得分享那个，我们今天照片真的拍很多，就是要让你们来分享。邵雨薇今天大放送，好不好？时间过了6点，有人就是已经去吃饭的，还有在开车的，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讲两句？好啊。好，那你说一下话，我再选一下照片。我到底要说什么？雨薇永远是我的，我永远是小蔷薇。哦，你这样子，我觉得就念一念就好。哇，他一直不断在重复留言，这个心情哎。我要再帮你选一个送照片，我可以帮你选几张。你等下还有空拍吗？有啊。哦，好，那我就多选两张，反正今天就是一直在送礼物的啦。那等一下那个分享的，我们要送几张啊？啊，送10张好了啦。啊，就那个分享 Vido 的跟分享三立新闻网的嘛，各送5张，好吧？反正他今天这么多张，拍都不用钱呢，拜托，很难得，真的就比在那个外面那个书卡店还要更难得，就这样，我们要均无戏言哦，好不好？陪你说两句，这样可以吗？好了，哦，好了，好，完成我的大作。对，没有啊，你说你要送唇印啊，麻烦说到做到。好，我说，好，我先跟大家说，就是你先亲一下唇印。Dear all， 梦想就是热情永不熄灭，遇到困难反而是成长的捷径，加油！我好多粉丝很喜欢来我的粉丝团留言给我说，说遇到很多不开心跟困难的事情，因为你就会让大家有正能量啦。对，可是我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明星补妆的画面，跟大家说，其实就是很多事情，来，男明星，你遇到困难以后，反而会学到更多。真的，嘴唇抿一下，看看你抹
对，我现在有点油，因为太热对。你要送他一个唇印。对。都冒油了。这个要送谁啊？这个要留下来的。哦哦哦。对对对，就是要留在那个阿甘大明星的那个墙上，有一张梦想墙。好好好。对对对。哎呦，亲了亲了。嗯。发出这个声音吗？等一下有点难，我在想到底怎么样才会形成一个美丽的嘴型。好，你弄，你该不会亲坏了之后又要再用一张？很有机会。好好。哇，有点淡。不会啦，还不错。有点淡，不会是个诚意啊。好，感觉还说还蛮好的。赵宇威说，梦想就是热情永不熄灭，遇到困难反而是成长的捷径。对，他把这些送给那个今天，因为今天很多人留言说什么在考试啊，或是在有一些很即将要面对的一些这个人生的可能选择或课题，好不好？就是用很正向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好，青爷或珍珍都是赵宇威，对，所以只要看到赵宇威就会有开心的每一天呀、yeah, 嗯，处女座永远都会自己再怎么辛苦怎么累都还是会带给别人正向阳光的对心情跟氛围、嗯、而且这种人是最怕别人心情不好的，真的。对，然后我们碎念其实都是为了那个人好，嗯，就是我们如果不念他其实我们就是根本不在意这个人、yeah, 是不是？对，哎，真有懂。所以刚刚你被我念了吗？所以我知道你很在乎我啊。嗯，所以你不会跟我计较的、啊。不会跟你计较。那你有想节目要结束吗？还是你想要继续聊？不然我们再开八个钟头好了。我真的觉得你以为大家都不用下班好啦好啦，就算我不想下班，其他人也要下班了。不会不会，就我们等一下多留一点时间，然后多去拍拍照片、嗯。然后今天我可以再唱名一次，就是你们都可以得到上一位署名的那个照片。照片，石伟丽、嘉宏、刘杰瑜、陈冠荣、严子祥，还有一个 Grayson 蔡先生。好，这些人那个邵宇威会在他随机自己抽出一张，然后为你署名，然后送给大家。好，然后邵宇威会继续拍。我们今天到底最后拍了多少张？娱乐新闻的记者会跟你说，他会把那个照片现场所有拍立得的拍成一张照片，全部都会被交出来。对对对，就你把现在在 Vido 跟三星网这边所有即可拍的底片都拍完之后再走，已经准备好十年份的底。不是，我们现在先去准备的是吸油面纸。好，对对对，觉得你现在妆太油，对对对，不太适合拍照。好，节目总是需要结束的，所以我们要谢谢今天阿甘大明星的那个邵宇威，然后来跟我们开心的过了一个下午。我相信过程当中大家一定得到满满的正能量。看到宇威就是开心，谢谢你在改版。谢谢，以后如果你再改版，我要当第一集哦，我还在记仇这件事。那你下礼拜要来探班哦。那个我们就再看看哦。不要这个样子，下礼拜一定要有探班这件事，然后不管是用电话或是本人，我们都接受。好好好，因为电话我非常 OK， 电话连线好了。如果真的真心不能来，我们也依然在这里办，这样。好。26吧，我刚刚听说他们还在跟来宾做最后确认。好好好。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时候反正会打电话给你。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邵宇威，那我们一起对着哪个镜头？这个吗？还是这个？这个好，跟他们说晚上好。好，跟他们说晚餐吃饱饱、对，我说希望你们呢天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平平安安，然后记得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极品绝配、然后重点是华流也要买一下，因为封面是我跟叔叔，叔叔，对，还有你，然后那个安安大明星也要支持，真的，对，然后重点，最重点就是健安哥的粉丝团，赶快让他破33,000，不然他就会一直来烦我，好吗？我不要这样，就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很奇怪的那个关，我只要遇到好朋友才会这样跟他讲。对，就请他们帮个忙。对对，好、啊。现在也都90几万了，拨个几个人过来帮这四小事吧。拨个零头给你。对啊，那个零头都比我这边还要多。好，那大家要继续支持哦。对啊，一定要继续支持。对，然后晚餐赶快去吃。然后如果现在是下班的时间，回家路上小心。然后记得最近天气不太好，记得要带雨具。对，处女座连祝福都是像岁年一般的多。夏天快要到了，那个防晒都要记得擦，然后那个皮肤保湿要做好 ，OK。我都交代完了吧，大家。然后大家一定要准时锁定那个每个礼拜的极品绝配。每个礼拜五晚上。然后今天那个如果觉得。30频道，每个礼拜五晚上30频道极品绝配。我希望下一集也是发处女座的人来，然后我觉得这样感觉真的还蛮好的。欣雅就是处女座啊。安心雅，好，那我们来联系安心雅，即将请她到某一集当中。
来完成下一个碎念的任务。好好，那你要来泰山新亚班吗？慢慢也是，魏曼也是处女座。魏曼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他即将也会那个找个时间过来。也要来碎念。我们会再办一个安大明星碎念比赛。不然这样子，好，就处女座的聚会，九月份的时候。好啊，你要来吗？你我有空就可以来。那要选谁的生日那一天办比较好？不用啊，就是只要九月大家一起综合一天，九月大家一起，就刚刚讲的这些人就是一起 Q 过来這樣。对对对对对。那我主持人也是处女座的，然后就办一个处女座安大明星大聚会。哎、欸，谢谢你帮我们提特别企划、欸嗯，那你一定要来哦、喔。好啊，再远都要来。我尽量。拜拜，谢谢，下次见。对，嗯，你觉得怎么样？我刚刚的提议很好啊，赶快写下企划书，怕你忘了。不会不会，他都在啊。你们可以做一个那个每个生日月份的明星，然后你就会邀请到大明星来，对不对？蛮有趣的，就是他们下一集好像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根本就是白想。不是不是，那你想的是另外一个，是处女座大集合。嗯，啊，不然是一个好像类似一个像特别的生日会。哦哦。